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一二案巡队为了增进同人间的亲子情感，举办了幸福海巡海贝手作亲子活动，邀请到43位同人和子女共同参与。活动中除了爸爸妈妈穿上帅气亮丽的安检服之外，也让小朋友们穿上小小海巡服，化身迷你海巡员，也借由海贝品手作 DIY 体验及精心设计的闯关活动，让小朋友认识海洋文化，并且建立海洋的保育观念。以海贝品手作 DIY 为主轴的亲子活动，海巡同仁穿着帅气的制服，带领家人以及小朋友认识海洋保育工作内容。此外，也特别让小朋友穿上了特制的迷你版海巡安检服，瞬间化为小小海巡员，更透过了亲子手作来激发小朋友们的想象力，将创意巧思让海上废弃保利龙、木板以及渔网等摇身一变，成为意想不到的模型艺品，而整个活动极具环保教育意义。团队为了增进同人亲子间的一个感情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举办了一个海贝手作亲子活动，那么邀请本队共计43位的一个同仁以及眷属啊来参与。那透过这个活动啊，让小朋友也知道海洋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性。也让身为海巡一员的爸爸妈妈亲手为孩子种下海洋保育的种子，期间还穿插了呆萌海巡宝宝充气人偶，现场反应更是热烈和笑声不断。岸巡队表示，透过海贝品手作亲子活动，除了让同仁增进亲子情感之外，同时也让小朋友们知道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，不仅从小埋入海洋保育的意识，也慢慢拉近人与海洋的距离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